我是鸿飞，我现在在山东省的济宁市，然后这个位置是在济宁市的万达广场的旁边。我呢今天呢吃个晚饭吧，这个是尖挑小面。今天晚上突然想吃面，因为刚来这里我也不知道吃什么，我看这个面还挺有感觉的，就来尝一尝是吧。好凉快呀、啊！看一下有什么面可以吃。尖挑小面，10块钱每份。这个就是尖挑面，10块钱一碗。好像有那个芝麻酱的味道。啊，好鲜！它有肉末。这汤是肉末，芝麻和芝麻酱和那个肉末的味道、嗯、吃这个肉夹馍，筋肉味，嗯，还不错。一个北方人比我一个江西人还能吃辣椒，你看我吃的清淡的，你看他吃的麻辣小面还要加辣。这个是肉末，看见没，它是肉末跟那个芝麻酱，哎，我就爱吃蒜，吃面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